電話の予言とは、3チャンバスぐらい。3チャンバス。谢谢，多少？谢谢你，谢谢，拜拜。哦，谢谢，谢谢你。80元で直してくれました。やった。時計直すならここがおすすめです。それでは。刚刚是谁给你打开的？啊，我自己打开是吧？自己打开的。好像有左人，给他戴在手上看看。好，谢谢你。谢谢。
这两个是这边，然后这个要怎么样？你有这个的吗？没有吗？跟你旧的一样没有了啊。那这样子您不会掉了啊？看你只要不要，我两个拿起来没有关系啊。或是新的钉子，你其他地方不一定那不一定有啊。啊，对对对。这两个，那两个已经很紧了，嗯，没有办法跟你原来一样。哦，这个是旧的，啊，因为我那不会掉就好了，那没有。上个月前开的时候，它一直开。对啊，你不要去自己弄。对对对。你好玩的不是玩的表，表不好玩的。或是看那个试试看新的垫子。啊。试试看新的垫子。像什么？试试看新的那个垫子可以吗？一样啊，不会。一样。那个量起来还有垫，不要再去弄来弄去。哦。爸爸你好。嗯，了解啊。懂了懂了懂了。换垫子。有左没有左不知道。好。啊，人家没有左，谢谢。可能要拆下人家来洗一洗。好，谢谢谢谢。跪着跪着跪着。懂了懂了，谢谢谢谢谢谢。OK OK。Wait a minute.